这个呢就是微笑，是吧？这个呢你们一般叫什么？哭笑不得。那么如果没感觉错，您看的爱心，然后惊讶，就是狗头，就还是一开始对我很冷漠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的，呵呵。微笑。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？就是微信里面我们经常玩的，摇骰子。可以打开看。哎，你是个小狗狗。